闪避林，转一门，转一门，转一门，小一，小一，闪避林，闪避林，李坤城，李坤城，小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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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谢。今仔日蔡英文总统伫选前剩无到最后48点钟，一定要伫咱高雄三凤宫中坛元帅三太子家来敬拜了，开始搁伫高雄要扫街游行，一路甲中部甲台北。我伫遮要甲所有乡亲士大讲，讲咱民主进步党。今仔日三凤宫头前，就是过去中华民主运动，大家人一定爱来参与选举，一定伫遮上重要的所在。今日咱伫三凤宫的头前，对咱蔡英文总统，伫48点钟以后，要来承担台湾的责任，咱伫遮开始足有意义。我要甲乡亲士大报告。在台湾现有所有的政党之中，国民党到这阵为止，伊是压迫者，统治台湾半个世纪以上，和台湾真济自由民主受到真大的压制。民主进步党其实伫这个过程内底认真打拼，足济人受拖磨，走路会使讲家破人亡，安尼一代拖过一代，拼到即摆，才有今仔日台湾的民主。所以今仔日，我敢骑汽车，要拜托所有全国乡亲士大，民主进步党可能过去有做甲真好，嘛有真打拼，嘛一定有做无够的所在。但是我要拜托所有乡亲士大，我反省检讨，今仔日搁拼起来，搁站起来，拜托全国所有乡亲士大，拜托大家，给我搁一遍接政的机会，承担台湾的责任。所以今仔日这场的选战，拜托乡亲士大政党的票，甲民主进步党鼓励，甲民主进步党大家人做伊后盾，和民进党再一次的承担。拜托大家，你讲好啊无？民主进步党政党票几号？1号。民主进步党政党票1号。拜托所有乡亲士大，请大家支持民主进步党。甲民进党鼓励，嘛要拜托所有乡亲士大，今仔日阮的不分区立委陈其迈，咱民主进步党内底会使讲第一号的建筑，门这边拢伫电视任何所在拢看到伊为民主进步党，受人抹黑，拢伊伫遐，安尼替咱民主进步党公开辩论，公开替咱来说明。咱嘛有看到咱罗岗的代表钟孔昭，这拢是代表咱高雄两个不分区的立委。如果咱政党票也无够，政党票咱欢喜甲所有进步的力量合作。但是各位，爱民主进步党，你爱先有一个根本基础，民进党爱先固本了，才有可能有力量甲所有进步力量，互拼做好大，互台湾更加提升进步。你讲对啊？唔对？所以讲，大家政党票，拜托大家支持1号，民主进步党继续甲民进党鼓励，甲民进党牵线，互民进党有接近的机会。拜托大家，你讲好不？好。蔡英文，民进党的党主席。48点钟以后，如果乡亲士大大家人的疼惜坚定的支持，48点钟以后，伊要带领台湾走向更加幸福，和咱的人民更加幸福。拜托乡亲，咱大家支持蔡英文总统，支持当建仁副总统，咱高雄子弟。今仔日站伫台顶，咱无邀请所有立委，因为马上就要出发，所以讲咱的
管碧玲管妈，拜托乡亲时代二号全力支持，甲总统同款二号。咱的选民东区李坤泽，伊嘛是二号，代替咱三民区，拜托乡亲时代集中力量，同齐拼，同齐拼。最后一里路上困难，咱就伫遮要拜托所有乡亲时代支持民主进步党，支持伫咱的高区所有立委候选人，支持疼惜咱高雄两个不分区陈其迈、钟孔昭，拜托大家甲阮鼓励，请你唔通予阮孤单，甲阮同齐拼，好无？好，感谢大家努力，多谢。